饲囝义务不好应该。饲囝是义务，不好是应该。这句话目前伫咧社会上真流行，时常听到真侪人伫咧感叹，这个时代唔是饲囝来友好咱，是父母伫咧友好囝。我时常伫咧想，这友好囝的老爸老母，因的囝唔知会知影父母的苦心，在通个报恩无？会记得在较早农业社会时代，拢是三代同堂住做伙。古早时代啦，较无发生这种囝来侮辱着四大人的代志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社会中，一般人的思想保守，尤其伦理道德的观念较重。如果那是有人对长辈来不好，这是会予众人批评议论。你不好的阿公阿嬷，你的囝有样看样，也会对老爸老母的不好。这就是佛家所讲的因果循环。在我故乡阿莲的所在，曾经发生过这款的代志。李孟祠是一个传统农家妇女，平常时伊足骨力，骨力做俭俭啊用，伊非常的认命。25岁迄一年，不幸伊的先生车祸来过身，放三个幼囝，何孟祠啊！李孟祠节哀顺变，一手来扶起着家庭重担。干那靠一块两分外地田园，千辛万苦将三个囡仔抚养长大，并且三个人也拢有成就。大囝叫做优子啊，伫台北伫经营饮料的制作工厂；伊第二后生叫做优土啊，伫阿莲伫经营饲鸡场啊。上细汉的囝叫做优仔啊，伫高雄伫开布店。在第三个囝还协调之下。每一个人吼，参详好势讲一个月吼，饲老母十天。所以伫归档来，往时啊，伊一个月得爱搬三间厝。旧历的初一，对高雄搬来台北；旧历的十一，得对台北搬登阿莲；旧历的二十一，得阁对阿莲搬来高雄。时间若到，得换人饲，唔管天气好歹。不管老母有病痛无，孟祠啊，又阁是一个无读册的人，一个人也袂晓坐车，每一届都爱阁孙啊该带路，孙啊带得久，卖讲孙啊烦啊，孟祠啊本身嘛感觉烦，年岁阁有啊，坐车嘛艰苦，加上都爱看三个新妇的目色，孟祠啊常常感觉家己像一个无人爱听的薄荷啊，到家。伊70岁了后，孟祠啊，伊决定不爱搁再搬厝啊。伊搬离开着阿莲幼土啊的庄啊厝，伊甘愿家己一个人搬回去住较早迄间破旧的土角厝，并且准备要永远甲住落去。照理应该接老母的幼崽啊，阿无问啥物。应该来交出老母的幼土啊，伊就有意见了。幼土啊，伊伫劝老母讲：“啊，你唔得去高雄，吼、哦、啊，时间到啊，你唔得，即卖轮到高雄第三遐，啊，你唔去带小弟遐一个。”但是孟祠啊，伊始终唔肯，伊宁愿家己一个人住伫庄凯土角厝，无可奈何。幼土啊，只好从我拍电话给台北甲高雄的幼稚啊。甲因小弟幼崽啊，讲叫因着爱寄老母的饭顿钱来。孟祠啊，忽然间伊真想讲要买一寡因翁生前爱食的物件去甲伊拜，心内算算的差不多爱500块。伊从啊走去阿莲饲鸡啊场，甲幼土啊讨，结果幼土啊讲阿母，
你订五百要创啥？你唔免烦恼食，唔免烦恼穿，你是订钱要创啥物？蒙奇啊，伊无希望囝知影伊个心内底想个话，伊唔肯讲出原因。又同我讲一大堆理由，讲啥物景气歹啦，手头最近安啦，开销大啦，讲一寡理由来应付，连五百块尔尔，伊都唔肯给老母。伊叫老母就去甲因幼稚啊、甲幼崽啊讨。春去秋来，到甲即一年年底冬天为止，蒙奇啊总共甲幼兔啊讨十三届，为着讨五百块，讨十三届，但是始终都讨无。就在的春节期间，李梦琪家己一个人点点去死伫个伊住迄间个破土角厝个内底，拢无人知影。经过三天了后，幼兔啊，才去想着讲老母奈几啊天拢无来食饭。幼兔啊，才来去老母住这间土角厝，家看卖。幼兔啊，才发觉到老母已经死几啊天。才赶紧的拍电话给台北甲高雄的兄哥小弟，兄哥小弟无出来才倒转来。但是，这个囝儿新妇看袂出因为老母过身感觉悲伤的表情。因这个兄弟心肝内所想的是想讲啊，这间土角厝。啊，甲这个两分外地这田园要安怎样分法？这件代志有真侪人替蒙奇啊感觉唔得，甚至有人开始在反省检讨，像蒙奇啊安尼一生为囝付出，是毋是值得？做人应该为家己来安排一个后路。你会有啊？我认为讲应该留寡钱做老本，唔免食老，都甲人伸长手。天下父母心，有人为囝操烦一生，操烦甲目睭要磕落去啊，还搁得烦。为囡仔，对囡仔，翁翁又甲操，操甲伊娶某，娶某了就搁操，然后搁操孙，何咪苦呢？人生苦短，先读出世后读老，期间的光景有偌久？所以讲。食老应该看好开，为家己活，安排家己，唔通依赖着子女来友好，你才有快乐的晚年。